家好，我们是老李爸棒棒糖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在这里，不需要言语。郭哥最帅的时候不是投球，是切肉。哇，太扯了吧，不可能吧。露营日竟然有人带关东煮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在这里，不需要言语。那些不好对别人说的事情，我为你搞定。有一种秘密的基因，来吧梦想，谁都那是反对，说哪里吧。不及格的眼光，只剩傻瓜哲学家。我在猜想红队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几个属狗，几个属狗，几个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嘿，优秀！阿西拉 bab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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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精彩了，好的，来，好了 ，one two three， 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有点在怀疑，就是制作单位是不是希望节目可以更好看一点，因为现在黄队好像领先很多吧，我们还好 ，OK。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让就是每一队平均一点，所以才找我啦。然后想说，哎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几个属狗，几个属狗，几个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我是觉得完了，我是被弄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在来之前呢，一直在收集情报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棒棒糖队员有来过三位，小绿跟钱姐嘛，也跟过那个小杰哥，然后小杰还有王子。然后我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到底全明星运动会好不好玩？他们就说，小绿就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买保险，不要买醋。我想了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对，然后又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新闻，然后就觉得前面很怕，然后毕竟这个年纪也没有常常大运动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就说拿那个家宝，我就来了。太扯吧，犬哥开完记者会就来练习，太扯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犬哥，你帮他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教。噔噔噔噔噔！我有你们这些黑脚新团员啊！因为我们是黑脚，嘿，优秀！阿西拉 baby 啊！好嘞 ，one two three， 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因为我们是黑脚 ，one two three， 优秀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那个我是黄队的红队，我想加入黑脚，而且做个坚定，来，没错，坚定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做人要坚定。坐下，对，跪着，跪，到跪，对，加上去，加上去，哇，是是是，转正面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加入黑脚，哇 ，yes， 欢迎。